滋养着所有的生命。你看，神树嗖嗖嗖的长，植物让它生病了。铃铃铃，医生来了，治疗治疗治疗！啊呜，魔龙出动，烈焰喷发。啊，不管了，那只和猫一起上吧。勇者出现，魔龙被打回老家。危机降临时，总有勇者来拯救世界。这次踏上冒险之旅的那个人会是谁呢？之城的守卫长瓦瑞加，这里很快就会坍塌，是伊格神树将你召唤至此来帮助我们的。伊格神树又是什么？伊格神树就是世界树，你身旁的这棵就是它的分支。伊格神树是这个世界的能量之源，法夫尼尔的入侵使得世界树枯萎，整个世界都乱作一团，如今只有集齐伊格之种才能让神树重现生机。神树的种子？不错，云顶之城就有一颗，现在法夫尼尔为了它正大举进攻这里，事态紧急，快与神树共鸣，获得真正的力量。不知能不能行，神树的状态让人担忧啊。之路的第一步，接下来是阿奇米蛋，你也去试试，反正之前也没人打开过。马骆驼，快跑！
开了。这能量像烛火一样引来飞蛾。还不错，虽然没听说过阿奇米蛋能这么用。你的搭档真是天赋异禀。
情的贝卡这么客气了。好啦，最勤劳的贝卡要下楼去打扫啦。啊，我的手机响了。这差劲的系统，早就跟沃纳大人说要增加经费了，好歹派个对机械精通一点的家伙过来。到底怎么修的？是按这里吗？也许应该再用力一点摔一下。唉，弗雷族和那个可怜的家伙应该已经去见造物主了吧，毕竟从那么高掉下了去。也许我应该继续去神树那里接引下一个穿越的勇者。喂，是瓦瑞加吗？啊，风雪姨好了，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接听的？第1632次连接成功开始。风讯仪又是什么东西？风讯仪就是你现在手里拿着的这个手机。在你接受神树祝福的间隙，我已经改造过它了。你没事是？哎，多谢关。经过上次一役，法夫尼尔撤军，云顶之城总算是暂时安全了，但是整个云顶之城被破坏得特别严重，需要及时修复。我的公务又增加了，估计接下来我想拜托你尽快集齐8颗种子，将种子带到王城的伊格神树处灌注能量。这就是勇者拯救世界的王道剧本吗？你觉得是？那就是吧。我感到附近似乎有什么东西在召唤着我。有感应就对了，阿奇岛就藏着2颗种子，你可以找村长古贺打听情况。愿神树的光辉。可以喵，和天使姐姐很聊得来喵。说正事，作为勇者的我就要出发寻找种子了。下一个目标是村长古贺，咱们去村里打听一下他的下落吧。村长就是贝卡的爸爸，换人美心善的贝卡姐姐不就好了喵？你好啊，勇者，最热爱冒请问。你知道村什么都会的村长爸爸也在阿奇古塔附近哦，能带我们一起逛。这件事情对于最不过路途遥远，来，最大方的贝卡。
天使姐姐给的还不一样。毛球，你什么感觉啊？是不是更强了？Thank you.
Thank you.
你终于平安。热爱交朋友的贝卡永远不会辜负朋友的期望，这是我和勇者一起努力的结果，感谢你们的帮助。拿着王瑞佳大人已经联系过我，等到神树再次苏醒。热爱冒险的贝卡知道阿奇古塔里的好，为了小鱼干一定会再去阿奇古塔的。喵，什么时候能过来跟我会合？这大概没那么快，昨天刚修好的防护装置。勇者不都是有厉害的主角团组合吗？我放心，院长，改天有空记得把飞行机械还回来。等瓦瑞佳大人做事情去往王城路途遥远，你只如果不介意的话，这个飞艇是我亲。这样一说就是诺恩王城了，喵！集市里有好多小鱼干，正是要紧。我们还是先去找阿尔芒约。等下我们去王城餐厅吃饭吧。我想想吃什么好。
代表骑士艾德里安大人维护我。艾德里安？那可是格里芬家族下一。哇，听起来很厉害的样子呢。冲啊！喂！啊，糟糕，种子不见了！一定是那个猫人小子偷的，快追你啊！圣光护佑诺恩大陆的这个老头就是阿尔芒院长娘，还有奇怪的会说话的书。你不觉得作为一只会说话的猫，你没有资格吐槽我吗？苏苏，复苏是瓦瑞家让院长大人帮着，看样子勇者不是这只蠢复苏个大头虾。种子杯还不是因为你老想着小鱼干，小鱼干。不用。院长大人的意思是，连一格之种都能弄丢，现在的勇你是拿好你的东西，再对上一格之种。许久未见了，粗心的勇者。那人是谁？学生。他曾经是院长大人的学生，也是第一任勇者沃纳苏。多年不见，他的变化。多年前，龙皇霍沃纳和他的伙伴奋勇抗冒险。如今的法夫尼找寻合适的伙伴。啊，谢谢您的种子。按照瓦瑞家的指示，神树就位于王。刚刚那个神秘人身上的味道。走过勇者之路的屠龙英雄吗？无论怎样，他帮忙拿回了种子，应该是有飞敌。本娘反对你的观点。嗯，
谢复苏。感谢你为这个世界打堂。王瑞佳说你毕业。东边天然连结，你自伊格神树诞生，与神树及其种子都有天然的连结。东边森林，东边的贤者森林就有。不过贤者森林就是怕受歧视，情况似乎有些棘手。山喇叭，冒险者，冒险者工会起随之多年，如今在冒险者工在那里混。女神在上，我将慎重地对待这次和勇者的对战。女神的眼光果然不错，勇者，我敬佩你的实力。哎呦，最近通过帽，快收起你那醉醺醺的双眼，喵！开个玩笑，以后每隔一段时间，院长大人通知，记得有空。
你们有听说过吗？当然认识，村里那个很帅很烦人的家伙，这不让座那不让座，我弟弟又闹脾气了，麻烦你顺便找到我爸爸啊，就是村子的钥匙卡尔，让他来把这个不听话的小子拎回去。你到我这来保管明天啊，我可差一点就看不到明天了，不过至少我还能逃掉，我应你的腿明天就能好，我的医术你最清楚了，就是因为清楚才担心好吗？那个招呼随便打，看病请排队。你就是佩尔佩纳的父亲吧？弟弟不肯回家，季节我现在太忙抽不开身，不过放你这样早晚要出事的喵，请问你知道？哎呀，我这还有病人，可以帮我去采点咕噜草回来吗？处理好本尼的伤口，咱们就方便谈正事了。别这么见外，在咱们村一人有难当，别人找你就没空。哦，顺便一提，咕噜草、哦、还有那些猫猫，对了，再请你钓些鱼。喵，要求。
士、料理师、炼金师和工匠这三种。成为料理师，你可以制作各种恢复料理、属性料理和美味大餐，为你增加临时的战斗属性哦。炼金师能够调配神奇的药剂，帮助你在冒险中恢复血量和魔法，还可以制作各种美美的时装染色机。工匠精通各种工具和家具的制作，工具可以为其他的手艺提升采集效率，家具可以用来装扮家园。每一种手艺都有其独特的魅力，你可以将自己的手艺作品赠送给其他人，也可以向其他人索要自己需要的物品。请继续历练吧，期待你成为诺恩大陆最闪耀的手艺人。